是真的啊，如果现在玩的游戏所见，我在玩地铁跑酷，那我是青铜，对，因为我真的没什么概念，因为我第一次玩，真的是第一次玩。我故意的，好像有点变快哦，不可以耶，不可以，哎，想撞，哎，门都没有，哼，哎嘿，你蛋我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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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我就是玩，来个吃点。好像有一点难难的，有点快快的，好快好快。好多障碍物哦！好像有点快快的，好，我都在一边要去的地方。故意的，那就看我这一场可以撑多久。我今天钱到1000就好了，没有啊，800就好了。哎，那个我不需要那个血血，那个血血。快要10000了，走，好，拜拜。